来到了派克市集，今天主要是要来造访两间著名的店。第一间呢是最有名的烘焙店，叫 Dahlia Bakery。第二间呢是精品的巧克力店，叫 Fran's Chocolate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去一探究竟吧。前面呢？今天周末人非常的多哦，顺便带大家看看。太丢鱼了，丢鱼秀。其实我虽然住离这边开车大概30分钟的路程，但是我们也是久久才来一次，不常来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呢，它贴在门外的菜单 menu。那我们前两天已经有在网络上先预定了这个 triple coconut cream pie 6寸的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咸派，我们在这菜单上好像没有看到，是那个我们点的是 asparagus 的芦笋咸派，然后还有6个的 donuts。那我们等一下要进去 pick up 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进去看看咯。 Go! Thank you. Thank you. 食谱。苹果派。看起来好吃的。哇，它的袋子好漂亮。什么？是他别的产品，肉球 ，Forty Pablo Nico， 微波一下就可以吃了。还有马芬，哎呦，火鸡派，这个温馨的小店，还有一些 sauce。有一些 gravy 啊 ，biscuit， 上面有一只猪，漂亮的猪，贴瓷砖的大猪公。这边有庆祝国庆日 4th of July， 还有同志 LGBTQ 的骄傲。我们就是 pre-order online 的，我们来今天取货。它这边还有一些内用区。大致上环境就是这样子哦。拿到我点的餐点，这个是 donuts。然后这个是椰子派，还有这个是咸派。然后刚刚店员跟我说，本来要有6个 donuts， 但是他们遗漏掉1个，所以补给我2个巧克力的饼干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 Dahlia Bakery 跟旁边的 西雅圖甜點小旅行是连在一起。对，这边是披萨店，然后披萨店叫 西雅圖甜點小旅行，生意蛮好的。对，生意蛮好的。跟 Dahlia Bakery 是共用一个，是连在一起的哦。据说呢，这里的椰子派呢是美国前总统歐巴馬喜爱的哦，所以我迫不及待想要吃它了。那我待会我们要到哪里去吃？待会我们要到那个 UW 校园里面，那我们再跟大家说好不好吃哦。
著名的精品巧克力店 Fran's Chocolate。看一下它的店外这些很包装的、我们今天一进来就看到这一幅画，仔细一看呢，它全部都是巧克力制成的，好酷哦！是店里的环境，它的包装呢都很看起来很高级的感觉。不便宜哦，这个小盒的一个要$26。看起来好漂亮，是海洋主题的哦。看起来好像精品哦，我们刚刚呢是买了3组最 basic 的巧克力，那等一下要来试吃看看咯。它的包装呢非常的豪华，你看它的纸袋好漂亮。我卖咖啡，我们这次买了3组3入装 French Chocolate 海盐焦糖巧克力，其中2组是送朋友的，1组是自己开箱试吃的。那这一组呢要价是$8，然后店员还有送我们下面2片68%的 dark chocolate。 那据说海盐焦糖口味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喜欢的，让我们来小小开箱试吃看看吧。首先呢，这外盒是象牙色系加上亮黄丝带，看起来呢有一种精致典雅的感觉。所以打开后呢是2入的灰岩焦糖，这两个是灰岩焦糖，然后1入的烟熏岩焦糖。那其中这个烟熏岩焦糖巧克力的海盐呢是用橡木轻轻熏制而成的，比较特别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吃看看吧。灰岩焦糖巧克力，我们先来看看巧克力的横切面。好，来试看看。好，我刚刚试吃了第一个灰岩焦糖口味以后呢，觉得一开始入口的时候呢，那个海盐跟巧克力融合在一起，有的咸甜的感觉，然后有股浓厚的巧克力香。但是吃到后面的时候呢，因为它的内层是焦糖，所以呢会觉得有点黏牙。接下来我们试吃烟熏海盐焦糖巧克力，看看有什么不同吧。我们来看一下它侧面，跟第一个有点像，中间也是那个焦糖的夹层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试吃了烟熏海盐焦糖巧克力的感想呢，就是主要跟第一款的差异就是它焦糖外面裹的那一层巧克力，这一款是牛奶巧克力，那上一款是黑巧克力，所以呢这一款吃起来会比较甜，然后我觉得跟第一款的差异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试吃店员送的2片马达加斯加68%巧克力。那在刚刚试吃完这款68%的黑巧克力之后呢，我个人是蛮喜欢的，因为我比较偏好黑巧克力。那这款吃起来它不会太苦涩，也不会太甜，然后巧克力味道蛮浓厚的。
那我觉得它吃到后面会有一个特别的口感，就是它会带点微酸。那我们再回去的路程呢，我们来到两年前我们来吃的一家叫 Gelato， 大家都买了然后出来吃。对，今天人还蛮多的。那好，就买了拿走再接着吃。那我们进去点吧。Can I get a large with dark chocolate, grapefruit, and pistachio? 这个颜色是 grapefruit 葡萄柚，这个有点咖啡的是 pistachio， 然后生巧克力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， 这里是他们的招牌 logo W。那我们继续走吧 ，Go Go！ 哇，好多加拿大鹅哦。他们吃草哦。他们会一直吃草，然后他们通常都是一家人会聚集在一起。是华大的喷泉，慢慢接近。哇，这里校园的建筑很欧系哦。看看，哇，超多花的，等下很适合来这边拍个照。我不知道，这好笑、哦，这个好好笑、哦，母鸭带小鸭，有个楼梯，这是这是对啊，是给鸭子走的。楼梯耶，这边有一个叫你离野鸟远一点。上次来的时候呢，是樱花季，三四月的时候，三四月的时候来它的跨的广场有樱花盛开，然后它前面的树全部都是茂的。这七月来的时候，这些看起来像玫瑰花的，我还不知道。漂亮，也要吃完 Dahlia 的美食哦，还有 Fran 的巧克力，再回来帮 Doris 拍美照。再往前就到 UW 的 Red Square， 然后旁边有一个欧风的图书馆，大家都说它是哈利波特图书馆风格图书馆，礼拜六是没有开的样子。我们现在在野餐，第一个吃要吃的是 Triple Coconut Cream Pie， 现在 TK 要来试吃一口，在这么美好的环境吃Coconut Pie，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？你要看这个切面，就很奶油啊，我是觉得很奶油，然后有些椰子的片，对，然后不会太甜，还不错，是不会太甜。现在吃的是 asparagus quiche， 嗯哼，哇，它是很鲜面。那个红红的是应该是番茄，番茄啊，它是、还有洋 cheese。芦笋、番茄、洋气死的法国咸派，好不好吃？刚刚，我觉得那个洋气死的味道很浓，可是它已经放凉了，所以它的脆皮没有很酥，有点披萨的感觉。有点披萨的感觉。嗯。旁边有个大树。我是都比较会，就是先放在烤箱烤。对，烤一下，温温的会烤一下比较好吃哦。那我们顺等它去烤一下。嗯。你可以直接就把那个。还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吗？独特的风味，派皮怎么样？派皮
底部的派皮它没有那么酥了，然后它侧面很酥脆。对，所以现在是凉凉的，吃起来可能比较没那么好。那我回家再烤箱热一下，应该会更好吃哦。嗯，好。太美了！你要带小鸭。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差不多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拜。